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亚礼拜耶客家新闻插枝，我是喜丽丽。苗栗三义身形富茶条的对面，亚几年呢有一撮强年创业集体，亚是有采取一个目标，听伊推人发起的。其呢同苗栗各地同站的位年人联络起来，落去个，包含年木苏公别、苏公叔，还个仅有亚条文创店的。亚条后生年人的亚达贝交流上副组盘，未带动的后生人转家乡。记者林秋莲同卢英赞的报道。老建筑滴答下，看看个拍打拍，好好感受当中香味。我们会先去分析每个植物它里面香气的特性，然后再借由这些香气特性，把不同的植物混合调香在一起，就会组成一个新的味道，就是一个创作的感觉。其实调香就跟作画一样，它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创作。就是我们在构思一个香气的时候，我们都会先有一个意象，就比如说先定一个标题或是一个画面，让我们在调香的时候更能得心应手。七步两姐妹用七步香味做主题，希望推广自然界七步香味本台家来认识，也加入到自家界生活当中。两日记得上到容易冷艳艳艳的春天做主题来调香，因为春天就是花朵的季节嘛，然后又有一点带有清新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加入了前调柑橘就要调，就加入了佛手柑，然后还加入了带有甜感还有绿意感觉的快乐鼠尾草，然后还有我们的代表花的薰衣草。最后一个加土青子香味的层次就很那丰富，仅仅是挑出最好的比例。气味强度比较强的香气，我们就可以透过距离的方式去模拟说可能它的比例比较少一点啊，或多一点啊之类的。安泰的空间，共用的设计，两位兄弟苗栗神仙佛茶条生条的强健创业基地，就加盖苗栗的彩铁后生机，强下落来，大条盖出海机通直接。这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其实我们传统的老街，就是以客家米食或是说擂茶为主，反而比较少文创的进驻。而我们在这边成立基地来讲的话，是让我们的圣心火山这边更加丰富。三米的木雕三亚洞入庙，同景机也还是改木雕师傅，基础了走传统的雕刻之外，还走眼目笔，加入本创想法，天然石头进步，开发性感路线。他的铁皮的黑，地基铁两片也重头为主 DIY 体验课程，同整间处青菜铁的老师傅来高考，突然一下就木快乐两条，还有两个基地处五代强势系强烟落来停停，还那系强云求生。这个有一个空格放到里面以后，我们用大拇指把它固定，我们一定是用台湾的木，台湾的快木下去做一个筷子的制作，所以这个算是安全，又可以给他们体会一下所做的木艺这样子。通信金工上早算有手艺，出做的善事，两下是没听错。后生机为扣苗事业莫难怪，伊也当系老年退休。那现在的话，有可能还要你有一技之长，还要 有背景资金方面，所以整个大环境不一样，他们的团队在这个创新方面，还有这些文创方面，都蛮有向心力的。创业的一些问题，他也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解答以及意见。所以在于这种在这个青创机里面，其实主要是一种就是传承，以及就是我们说大手拉着小手的概念，一起往前走的概念。大概在这个后位投入工作的素材，来到俩还是几款来到俩都专业师傅工作的过程。一件作品都是职人自己手做，而不是说用像外面大量生产的，所以每件手做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以前书写就只会写在
比如说龟甲、石头、竹片，然后或者是叶子，后来才有纸这种东西。那有了纸之后，要怎么收藏？大家就开始思考，然后后来发现可以用线装的方式。日纸、日线、全国的黑纸，不是不够，又引发当地的个人做银行体感受供述。然后它里面用的纸是剪贴用的厚纸，然后主要是设计给客人可以去做一些照片的剪贴，或者是他可能喜欢留票根、留电影票，或者是喜欢盖印章、写日记都可以。邱振发自家的工作室点描的是，不过卫生主管早做得落去，所以不会就过路好。不过落到枪从机体过后，基本因看到的机会，出多加钱多。很多游客会来，然后来到这里就会认识在我这个基地里的各式各样的职人、各式各样的商品，然后也因此就认识到我这样子。甚至就是有客人就是来到圣心看到我的东西，然后反过来到苗栗市预约体验课程。师傅姊妹也强调，记得给工作室在南庄三巷来到圣心驻点，除了对展售入帮助，后生人在点也做得相互分享经验。每个职人都有各自的专长，那我们可以互相发挥各自的专长，去创作更多的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其实会比较小一点点，但是我们大家就是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协助，或者是彼此交换经营的心得啊等等的，都可以让彼此有成长。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基地也是可以给予一个机会给刚想创业的青年一个方向跟一个展售的地点。建筑的后生人也为领导来重点，大家相互拥抱、相互提手。很多时候我都在种盆栽，了解他们的东西，就会更知道一些新的植物的一些知识啊，可能怎么照顾，然后你就可以跟客人分享，客人都会以为我是做水泥粉的。本单就三人变个后生人，来到今天，除了是情盼强下，甚至还有机会做得了拍摄界面。在于现场的每一个伙伴，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找机会跟想连结的方式去互相去做联名，然后来一起把两个，不管是两个或三个或十个伙伴一起结合以后，把我们的名气再往上提，把我们的招牌再往外推一点。一体五老两条后生人数千，九个部分扮演出为另一摆，就无形中个后生人落来，何本他那多成为开表事业的后生人，都有不应看到的机会。大家连接起来，从海南就得了，继续向前行。